是我出生到为止最好吃的一顿，还有那个菜，我是吃遍了那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比这味道好吃的。照理说，确实是妈妈烧的菜最好吃，好吧？那当然。我妈，其实我妈烧的所有菜都很一般，就那道菜，人间美味。你太挑了，你是广东人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家的菜都挺好吃。做鱼没有腥味，就要么就是下那个叫什么叶来着？那个叫紫苏、姜、料酒就去腥味了，鱼都这样了。但是下了那个料酒，还有姜会失去一点点鱼的鲜味，会多了一种姜葱味。我觉得兰南飞家有一点太好，蛮好的。上次去他家吃，那个阿斌烧了一大盆青菜，我的天呐！我在想这一大盆吃得掉吗？最后还真的吃掉了，一大盆，你们知道吗？一大盆，盆是有多大？你们盆几个人啊，吃的？我们柠檬会变色，六七个。那肯定能吃一完大啊！我都不敢盆。说话，我一说话那个电钻就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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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跟坨坨都有电钻？我不知道是哪里在装，本来还没有的，现在突然就是4点半了都，越搞越兴奋呢。别人才刚开始。不会吧？不至于哎，吧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装修都是最近才开始的呀。哎呀，我下午播的时候都还没有这样嘟嘟嘟嘟嘟嘟。哎呀，讲得我肚子饿了，我中午就吃了两个那个素食卷，就拿青菜叶包着什么三文鱼什么的。什么云南什么鸡胸肉之类的，就两块。这2块等于没吃啊！我要暴瘦，我现在已经瘦4斤啦。我也要暴瘦，我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。肉是肉，你们说我胖。伤心了。我要暴瘦。安明做菜有啥牛逼？安明做菜还挺难吃的，青铜水平。啊，挺好了，怎么就青铜水平了？重点不是我吹，他的水平在广东做菜真青铜水平。那天我去你家吃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哎呀，一口都吃不下，哥。你没看到我随便叨两口就走了吗？啊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没夸张。太高了，你什么说那个你要排求骨好太吃？高了你。第一，那排骨选料就不好，然后他下的那个味道有点偏淡，没有任何一股蒸排骨，广东蒸排骨该有的味道，豆哎，你家豉会烧没粉有。蒸肉吗？不知道他哦，你问他哦。我好久没吃了，要不改天去你家吃趟粉蒸肉？蒸排骨没豆豉，味道淡，我跟你说，吃下去那口感真的是烂透了。为啥？排骨一定要放豆豉呢？我觉得糖醋排骨也很好吃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说的好吃，好吃，糖糖醋排骨好吃。糖豆豉排骨才是整碟排骨的精华所在。我只知道我以前就唯一接触豆豉的就是那个鱼罐头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贼喜欢吃里面的豆豉。甘族牌鱼罐头是吧？那个对，下白粥可以。下白对对饭对，还那个行，贼好吃，我贼喜欢吃里面的豆豉。不行，我要去买个那个鱼罐头吃。你哪一天看他们心情好，给你做一个豆豉排骨选料精好。我跟你说，做
排骨最讨厌的是什么？排骨肥肉多，贼难吃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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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骨上面不能有肥肉，贼难吃，口感差，一口下去都是油，做排骨的所有精华都没有。是的，是的。要不翻起来了？能听到这个声音吗？你这个，你这个有点。AWM 杀了480个了，怎么了？前段时间不是沉迷 COD， 早就1000个了。有意思，COD 确实好玩呀、啊。你们好玩到爆炸好吗？挂 COD 是真的好玩啊！肥瘦相间那是五花肉。挂太多了。哎，你们喜欢吃五花肉吗？阿明有一个五花肉的做法，挺下饭的。五花肉我不喜欢吃，挺下饭的，怎么感觉？我不喜欢吃肥的。我也不喜欢吃肥的。啊，阿明不一样。红烧肉，我唯一能接受的肥肉就是红烧肉里面一点肥肉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吃太多。阿明也是，阿明也是跟人类不太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来把枪，来把枪，来把枪。阿明是真的跟人类不太一样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他的那个就是，没有子弹，这边有 AK 子弹。吃肉啊，他一定要吃肥肉，啊，他就越肥越开心，就一口。我爸也这样，进口全都是油。啊，我爷爷也是这样。但是他的特别讨厌吃鸡肉，馋呀。哦，我不喜欢吃鸭肉，我喜欢吃鸡肉，我不喜欢吃鸭。鸭肉好吃，鸭肉在我老家有两种做法。一准是炖鸭肉，拿个高压锅，然后里面放紫苏、土豆，还有一些东西，然后炖了好几个小时，能把鸭肉给炖软，然后再放上紫苏，还有一些调味料，叫去腥，贼下饭，贼好吃，就不用米饭都能吃。上海小妹都喜欢吃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好吃呀！哎呦，好吃好吃。而且那个好吃、啊、那种红烧肉、啊，红烧肉好吃啊！它要肥的一半，瘦的一半，然后我吃个4-5块，我就不能再吃肥的了。我要等在轰炸区域，我不想出去。我腻得想吐，我怕死。然后我就把肥肉咬掉，只吃精肉。上海的红烧肉真的好吃啊！是的。哪个地方吃的口味不一样？你比如湖南，湖南的辣，讲真的啊，是往死里辣。然后油辣、咸辣，广东的辣不是说他不能吃辣，广东人辣只是调味料的一种，那还要下其他的味道。那湖南这边就是又重又咸又油又辣，就又咸又辣是最好最爽。对对对，非口味非常重，剁椒我真的口味非常非常重，极其之重。他那个辣，而且他们不喜欢喝汤。我吃饭就贼喜欢喝汤，我还喜欢淘汤。没有，就是那个湖南还有一种辣叫什么什么什么辣，油泼还是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个辣的那个味道有点怪的，特别不习惯。不知道是什么辣，这冷江那边那种什么的。日本帮菜的肯定不能理解啊。是的，哪个地方都有吃别的本。呀，我还想吃上海那个炸肉，拿根绳子绑起来的，你们吃过吗？很自豪跟你讲一下，我已经吃完了东南西北所有该有的菜系，还有其他的，有资格一言，好吧？在27岁我的年纪，有资本当一个美食家。我什么菜系的基本都吃了个遍。云南菜我是吃的最，我不知道云南菜是什么样子，我就给你们讲个例子。云南菜我是吃的特别的，不是特别爱吃的一种菜系之一。哎，云南那边不是要吃菌吗？对啊，就菌啊，菌菇啊，还有其他的，还有什么？不是说那个菌如果没烧熟的话，会中毒吗？会幻觉吗？打小人。打小人。但是他们说那个烧熟了非常好吃。汤泡有点，汤泡有点不好吃啊，汤好吃。湖南的菜，湖南的菜特别下饭。你说好吃吧，对于喜欢吃辣来说，香辣咸辣还不错。
对，不喜欢吃辣的来说是真的是难受啊。鲁菜没咋吃。你像阿明，阿明如果我们出去吃湖南的菜呢，他们会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他会先拿一个那个矿泉水，放在一个碗子里面，但凡过了菜，先洗好几遍。好吗？哎，但云南的米线好吃耶。过桥米线。他那个米线是云南的吗？嗯，云南。这不然呢？他那个还有个典故。啊，我没搞懂啊。我就以前的那个就米线跟粉有啥区别？有区别啊。用的底料不一样。过桥米线大多数的做法一定要用鸡汤。因为古代那个是那个什么，就是男的出去耕作嘛，然后很累嘛，然后妻子去送去那个吃的，然后不有一典故嘛，就是为了怎么能送到都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那就想到一个方法，用鸡汤还有各种东西，鸡的那个油在上面做了一层保温啊，过去还是热乎暖和的。每顿得杀只鸡，不得不说也挺有钱的。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聊天游戏。是的。行不行？我再将移动把摩托车下来。我也不行。气死。哇，湖南菜怎么可能少油盐啊？你在逗我玩吗？三枪头，兄弟，三枪头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打不过！打了！哎呦！哎，不搞了，四倍秒打的难。哎，青岛的也失误。说实话，有点小穷。你先。东北那边山珍海味、野什么鹿茸之类的，还挺好吃。六十五方向，空投还在冒烟。哪里？哎，脸上有人啊！啊？看到了，这车不是自己人。来枪头。哎呀！哦，我没子弹，什么都有。有绷带吗，妹妹？没有。那时候穷，很穷的时候，吃过一个那个什么东北菜的那个什么三宝还是什么天地宝，什么宝来着？那个什么菜我忘记了，叫什么名字？就是那种茄子、土豆，然后加那个还有一种地三鲜，那不地三鲜吗？是地三鲜吗？不是有个什么宝还是什么的，反正挺好吃的，挺下饭的。史上最大骗局之一，木桶饭，把饭蘸好了，蒸好了，把菜蒸好了，再放在木桶上面。我真是你哥他妈的！史上最大骗局之一，木桶饭，但木桶饭有一说一，挺好吃的，经济又实惠。那不还有竹筒饭吗？那都是什么蒸好了，然后我再放在桶上面的。太过分了！以前我第一次吃木桶饭的时候，我说还有这玩意儿，拿木桶蒸饭。竹筒紫菜包饭。老血旺好吃啊，我挺喜欢吃的。锅包肉也吃。水煮肉片，我也想吃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菜。酸菜鱼你知道吧，又辣。酸菜鱼我也喜欢吃，又辣又酸。但是那个酸菜鱼有一个很重要点，你可能又辣又酸之后，如果你的鱼不新鲜，整道菜拉垮。鱼肉一定要鲜美，不然就哦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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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这个人的 ID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哪敢出来呀？我的天！哎，这个讲真的是四倍秒真打不准，不搞了。你说人的肚子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消化这个营养？他就不能吃了解馋不长肉吗？为什么吃了就一定长肉？我气死我了！不然我跟你说，我天天胡吃海喝，但是吃了就会长肉，就很烦。为什么吃东西会长肉呢？兄弟，可以选择切胃。为什么呢？我切的胃吗？为什么呢？又不是。这个天热的，好热啊！把胃歇了，岂不是吃的也不多了吗？吃下去再吐出来，真的，你妈不打死你，真的是不过分。这不浪费食物吗？吃，我觉得咋吃都不胖，我觉得大家都想穿越回古代当什么皇帝什么之类，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的生活比皇帝还爽？古代讲句真理，穿越回去就算你当皇帝又能怎么样？讲句不好听的，你又能怎么样？皇帝碰到好吃的菜你也只能吃一口，好吧？哎，你是不能多吃的。我们现在过甚至不能表达对那个菜的喜欢。讲句真的，我们现在过的生活不比皇帝爽？打开手机什么的有吃的喝的，你说有美女什么？我们看美女，哎，这个可以，我们给她点星星。还有其他的是吧？除了不能纳入后宫，我们能看很多美女。单告急了呀！古代后宫佳丽三千，那也是身不由己啊，兄弟。停啊！在厕所，在厕所，厕所，65厕所。都两个。哎，四倍秒的 AWM 直接就给老子打吐了，不打了。但是皇帝要早上4点钟上班啊！你有病啊！你当个昏君不就完了吗？你都是当皇帝了，你还在乎那么多干嘛？你要穿越回去那个地洞，那你当不了几年，不就被人家杀了？谁告诉你的？也差不多。你当几年，你就算明君，如果真有人搞你，不也搞你吗？明君人家不一定搞得动，昏君是铁搞得动呀。但是当昏君应该挺爽，后宫应该很多。后宫多不多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古代如果是什么皇后妃子应该是不好看，不然为什么皇帝老是出去拈花惹草？因为家花没有百花香啊。你还不被毒死，我真不信，被打死了都。破墙。这赶紧整两个包填一填啊，不行了这样下去。我还有12反正的。我走了，再见。886，我不管了。切手去，这就回来。兄弟，你不是？啊，西贝儿，吃香的，吃香的，吃香的。没了是吧？没地方走了。被关起来了，最后一个急救包。个人压建议压不能，人可以补了。位置真不行，这位置拉垮了。车没了，重要是车有的话还有血，往左边跑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山上还有，后面山上还有人，那是装甲车。山上还有，会不会打靶？哎，你就看我会不会跑就完事了。牛逼，牛逼！牛逼牛逼！坏了，不过
很快就转换了。我以为前面是海豹，真他妈牛逼！那飞哥，你下去跑吧，是这种。因为耳朵不好啊，所以说。不，我不跑。要不让我开吧？我觉得我驾驶经验足一点。哦，车型，车型好吗？没有，我已经掌握开这辆车的经验了，兄弟。这辆你信我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可以，好点了。我已经掌握了，兄弟。别瞎哭啊！嗨。再见了，兄弟们。能给我扶起来的呀？必须的。来不及解释了，快上车！我感动了呀！来不及解释了，快上车，快！在扶呢，在扶呢，在扶呢！上车别打药，上车别打药。没有药的。车贴过来了。走。哎呀我！亚西巴尔，你们快走！还有个急救包。哎。好牛逼，海豹！牛逼！我真的他妈的什么破车！我真是你哥，他给我们送了辆车，跟有病似的。快，还能活，这里有辆车。他直接开车了，我不舔包了，我没要我的不舔包了。应该还能活。这车也太他妈过分了，你还舔？你妈你不走我走了。我们太穷了，我的天。穷倒是不穷，这车有毛病。最重要，这人太狂野了，一个人来堵四个人。我操！主要是还堵死了两个。哎，堵死了！哎，兄弟，没办法，那边上去也是死。接手驾驶，进去，海豹。那边真没法过去，头上有两个人。我尽力了，头下能有两个人，你知道吗？